昨日看信号枪的方位，大概在雷达站附近。兄弟们又有活干了，这打家劫舍的买卖，我们可不嫌多啊！今天都给我打起精神，一路遇见房子就拆，遇见人就抢，没问题吧，兄弟们？二当家的，给兄弟们上武器，收拾收拾，出发了。我在前面带路，兄弟们跟上队伍。看门大爷，那伙强盗到底什么来头？我看这北部雪山的人都对他们特别惧怕。快别说了，你们赶紧逃命吧，他们绝对算得上是北部雪山的地头蛇。大当家的谢宝坤世代都是强盗，他还有个二弟谢宝庆，听说也在南方当强盗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谢宝庆怎么会是他？我们跟这个人打。我探险这么多年，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，听你说这谢宝坤，我倒是还真想会一会，还想当一代霸主不成？就是就是，听得我都来气，什么玩意啊，回哥咱们去看看到底咋回事。好，二壮，拿上咱们的家伙事，手里有枪怕他个球。你们两个真不怕啊，别忘记了他们也是有枪的人。去看看，我走南闯北的，路见不平就会拔刀相助，有恶霸在此地为非作歹，这事儿我不能不管，大不了这回咱们就上演一次大凉山剿匪记。等等，你们两个既然要去，那我就嘱咐几句。怎么了？您说。他们大当家的谢宝庆是个性情中人，还很喜欢招募四方好汉，我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如果要是打不过，你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，切记命还是很重要的。入伙？那不可能，这不就是上梁山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命还是很重要的。来吧，带上点吃的吧，这几天气温又降低了，天寒地冻，填饱肚子才是硬道理啊。可以啊，这么快就腌好了。二壮，来吧，全部装到包里面。还没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开着拖拉机行进了数个小时，这辆拖拉机终究还是出问题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拖拉机没油了，下车吧。距离应该不算太远了，我们徒步前进，走。来，兄弟们，先把这村子端了，一路扫荡过去。
前方终于看见了一座防区，我们打算去歇歇脚。呦呵，来者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我靠！这群人竟然如此蛮横无理，看行头应该就是山贼了，果然够野蛮的。嘀咕什么呢？快，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。各位好汉，我们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，拿命来。